多黎各、俄罗斯。圣卢西亚、苏格兰、塞尔维亚、塞舌尔、塞拉利昂、新加坡、斯洛伐克、南非、西班牙、斯里兰卡。紧接着，2008年世界小姐是 ，And Miss World 2008 is， 到底是谁成为世界小姐冠军呢？现在所有的佳丽都非常的紧张，答案即将揭晓。你给他闭嘴！就是因为你们都尸位素娼，不务正业，害人家会想你们卖贡丸汤，不想卖给别人卖嘛。听我的故事，要学会尖叫 ，Big piece 是为了拍照。我们下一届云江会长，你有话要说吗？可以拿下来了吗 ？Miss World 不行。Miss World， 请问你有话要说吗？啊？请问你有话要说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要继续下去。什么？如果你要这样子告诉大家什么话？如果我要这样子？对，你觉得你这样子，你想告诉大家什么话？验证。要讲 World Peace 吗？哎呦，那我们有几个信物啊？我可以拿下来吗？快点啊！我先说，你说。麦克风给我。这是我们的信物。一点比一点奇怪。不行，我拿举着，你要尊敬他。举着。厉害。举着。对，很好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就是。你们这种选美都会有个权杖嘛，这就是权杖。然后呢，你们注意哦，你下一年不只要让云嘉慧发光，还要让云嘉慧闪闪发光。还有别的，还有很多种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请未来的会长说几句话吧。我要等里面等好久，我太早进去了。好，就是跟大家讲一下。对。你想要讲的话？不知道，我觉得，就我刚才在里面听主持啊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问这个大神非常的厉害，就是。如果明年要我主持的话，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功力。对，所以你经过一年就会变成我这样吗？不要，不会。对啊，要哭了。对。可是我文杰版就这样哦，大家不要误会。然后今年是他们在选会长，然后我被选进，然后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就喜欢自己的家里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讲，因为我真的每两个礼拜回家一次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就是那时候，我写在 APP 上面，大家没有看啊？没有。我打很辛苦那个凌晨打的。废话很多快点啦。然后没有，我意思是说，我就是很想要，就是跟学弟妹分享，对。未来的，没有，听不准。为什么要自表？大叔，为什么？我代表你很坦然自表。我刚才讲得很感性我感受不到。反正我就对，所以我就到时候就出来选，虽然说候选人这一个，然后我觉得，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太，很多方面都不太会。就是我觉得我大概是最弱的吧，就是我只有这个热忱，然后常常打嘴炮，然后就是
你不要哭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大家赶快来帮忙吧。如果对，希望就是之后的学弟妹，我跳针了怎么办？你想要跳针了，赶快帮我结束。我问你，好，你想参选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喜欢米佳慧，对不对？对，连选的连好好敷衍哦。走了，退心了，退心了啦。存账还你。你再按一下，他就没了。哎，你又，你看，真正发光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没有话要讲，你可以下去。大家快点，赶快来。粉丝多了，赶快站出来！明天要把会办抢下来，要把会办抢下来。会办抢下来，会办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好了，抱住我。啊，快点！好了，我们把陈启慧赶出会办。不要了，不要！快点！谁花我的钱嘞，大哥？真的吗？对呀。然后明天我不会花钱。听完那么贴心的下一届会长，我实在是觉得再当一年，应该会没有希望了，怎么办？再当一年，再当一年，这样就大四了，经纪人。其实，就是这一年真的很感谢，就是很多很多人，尤其是大二的每一个人，就是我很多事情都没有，就是我真的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，但是还是很感谢有每一个人帮我 cover 啊，然后我不懂的东西一个一个教我。然后当然刚刚是感谢学长姐嘛，就是一定要有学长姐才会有现在。那也很感谢学弟妹，因为我中间我一开始都会想说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就我为什么不好好宅在宿舍？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？就是我干嘛不打 PPT 啊？干嘛不打游戏就过我的大二生活？为什么要做这么累？那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只是为了一句话，就是把这份温暖传下去了。我不行。那希望你们就是每一个大二跟大一，就是都有一点点感受到，即使是一点点，我们也会很感动。就是只要有一点点感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东西，那其实就够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够了。就是在卫生熬夜熬好几天夜，都会拍影片、剪影片，什么都够了。对，那就是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，就大家就到这样。那这里可以用到十点半，然后大家可以聊聊天啊，干嘛干嘛，到十点半，谢谢大家。Woo!